这茶是我带来的，就是中西合并。这你自己的？对啊。什么叫中西？不是。什么叫中西合并？其实我喜欢用古瓷去喝茶试茶，有时候喝咖啡也可以试。这不是 espresso 的？对啊。也可以，对啊，也可以啊，就是因为它是因为白瓷的关系，所以也可以看茶汤的颜色哦，就比较白色啦，就不一定是要西式的，不一定要是中式的，对，不一定要中式的，难怪那种杯子里面都要做白色，就是要让你看茶色，对对对，但是因为这个比较便宜啊。哦、oh, ，不好意思，对对，因为本制作单位就那种。然后热水我也喜欢用壶，今天没有带过来。有什么不一样吗？用这个会煮会有一个铁味。啊，对，我看哦，不锈钢会有铁味，对，就会很可惜，因为喝茶很讲究水质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那因为是化浓妆喷香香的，就会有粉味。开玩笑。而且怀孕了就会有奶味哦，对，孕味，孕味。然后因为我平时都很喜欢喝很多的茶，可是今年我特别喜欢的是一种白茶。你看我白茶，白茶的方式就是，比如说我们不管是乌龙茶也好，各地的茶都可以做白茶。白茶就是第一道拔起来之后就用阴干的。不能晒太阳，要晒还是要晒？不要晒，不要晒，晒了就熟掉了。所以是要有屋子的、有屋檐的，把它放在它下面，不要曝晒在太阳下。所以在操场上，第一道的。所以这个茶叶都是湿湿的，也没有阴干，风干啊，还是会干，一个月就干了，然后之后再压。一个月，好久，一个月，很大的广场才有办法。嗯，本来是整片操场的，结果风太大，只剩下这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后来会把它压成饼啊。哦，因为我们就一些很好，喜欢喝茶的朋友，自己跑去自己制作，这样变那个，对，变这样的茶饼。结果他现在竟然这一次得到两星米其林的那个茶，因为它来源一定要最干净，在那个云南福鼎那边。很好的茶，就500年的树林，对，哇哦！然后这就是茶则，茶则，那你就可以观赏茶叶。这个盘子叫对，盘子叫茶则，对。搞不好我们打字的人他也不知道打哪一个折，之耳折，这是挖耳朵的那个，不是啦，这是茶针，后面是茶针，这个我知道，这是那个塞住嘴塞住的时候去剃他的牙那个，对对对对对，然后我们就把那个茶叶放进去，你这不用像涂老师算几功课这样吗？其实可以算，但是我通常都是比较大，你有经验了，二二得四这样不用算，对对，不用。那我们就倒茶倒水，像我会喜欢用这种柴烧的壶，柴烧的，对，柴烧壶它不需要上釉，它自己烧出来就很漂亮。对，对，那这不是你用就有这个皮革，不是因为本来就这样，因为有一些有上釉的我就担心会有含铅量太高，然后我们稍微烫稍微一分钟，厉害，要等一分钟嘛，给我一个钓竿，我好适合钓虾。泡茶有配钓虾吗？因为他现在因为没有太烫，所以我就会留久一点。对，这样就可以看到茶。你们要这样转一下，喝茶顺时钟转啦，要顺时钟还逆时钟？你其实不是，是就是一个，比如说他有时候要这样子三下的话，就是谢谢的意思嘛。哦，然后这样绕圈圈这样。那你说谢谢，那不好意思怎么弄？谢谢啊，不好意思。应该都一样吧。都一样。那第一泡不能喝，对不对？我这干净的茶第一泡可以喝。那我怎么知道我的是干净还不干净？因为制造茶的地方我们都知道。我不知道啊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我不知道，所以我会去选择没有农药的、没有化肥的。那我不知道的人就是第一泡就不要喝。对对，就不知道人。如果去外面喝的话，最好第一泡都不要喝，因为你不知道茶的来源嘛。而且它喝下去呢，它。这个白茶很特别，它跟一般普洱茶不一样，普洱茶可能要10年20年叫陈年，陈年，对，越久越好，但是它是3年就是药，那7年就像宝，哦，药就是说你万一喉咙不舒服，它喝下去是润的，哦，可以润肺，润吃药的药，对对，可以把它，所以这一杯要放3年，这样它就变药，不用放3年，不是，我是说这样，这一片茶可以保存3年。放三年，不用干，它自己也会阴干。不是，我是很爱发问的同学啦，老师在教啊，那个有大小杯的，都可以啊，大杯的给你，
请新梅姐喝。谢谢老师，还而且我知道，就是说这种喝茶的人最好我都用淡淡的手啊，什么不要有香味啊，也不要喷香水。对，刚刚那个手上的那个香味，对对对，会有点影响，就会被茶叶给吸收进去。还有人是会用文杯，对对，蚊香杯，但是白茶它就淡淡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来我来。好，我这杯这杯是我的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先来给。好，等一下。学姐们，好。那喝茶有什么禁忌啊？就是喝茶禁忌，就不可以像我们这么大杯，要慢慢一口一口，就慢慢去品尝那个茶的感觉。大忌就是。大忌，这感觉在拍武侠片。哇。仙女还有问题要问谁？谁有问题？我家也有一套，但是我是泡乌龙，不是泡普洱。乌龙茶也是可以。是是是，这个普洱我比较不懂。老师，那像这样一壶茶可以泡几次热水？大概可以泡非常多次。我在家都用大壶去冲，然后整天喝。然后最近那个英国有一个文献就讲说，普洱茶很奇特，是一般我们喝咖啡，它可能钙质啊，它利尿嘛流失，连胶原蛋白都流失，只有普洱茶是不会的，它反而不会阻断那个胶原蛋白分裂。哦，对，它反而会合。哦，让你的胶原蛋白更有弹性，对，更紧致，是是是是，就是。那以后卖胶原蛋白一瓶，旁边再附一包茶叶，还是普洱茶？对啊，你可以结合哎，结合一张中式的照，对，养生之道这样子。涂老师的那个，对，还附赠一个 BB 枪。接下来，涂老师不买一定要买哦，不买我打你。